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影片呢，我要介绍给大家全札幌札幌城市最传统的鱼市场。哦，すごい。おゆう、大的。看，多少个人排队哦。天气哦，非常冷。我每次把我的手套拿掉之后呢，差不多五秒就结冰了。这个市场哦，鱼市场刚好在我的前面，在这里哦。林内，赶快，我冷了。好好好，走了。Hokkaido的哦，最有名的海产应该是这个 king crab， 应该是它的中文忘记了。帝王蟹。帝王蟹，对对，帝王蟹。有很多大小的，超多。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卖水果。现在小朋友在这边看到的是草莓在后面。这里看到一个很大的螃蟹啊，这个很好奇，到底多少钱？哦，35,000。35,000日币，多少台币呢？哦，不好意思，各位朋友，你们要自己算哦。大概7,000块。7,000块台币哦。Engage， 有的 Engage。五颗草莓。1280日币，其实台币差不多300多块吧，还可以啦，五颗，一颗到60，然后就还可以。然后它葡萄，因为它一集看到葡萄就立刻要买，还好买两个，买一个嘛，差不多花台币6-700块，还可以。这里哦，螃蟹的脚2,000块左右，蛮大只的哦。还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所以就很好奇的看。我现在要进去里面看一下，这里面好像有活的螃蟹，一定要拍哦。活着在这边 ，King Crab。哦，哦，すごい。おゆ，大的。帝王蟹活的，超大只，一只。如果买一只完整多少钱？刚刚我问的差不多7-8千块起跳哦。一整只哎，完整。应该是差不多。哦，应该要哦。要啊。这里买的话呢，这里的师傅马上帮你们切。这里虽然是传统市场，可东西看起来都很高级耶，都很漂亮。我刚买那一袋葡萄是超漂亮，然后他们这边的那个帝王蟹哇，有人在这里煮哎，好有趣。네여러분그래서오늘은안녕하세요얘네불러서리사지금오늘은오늘유물터들봐오늘유물터들봐그려보세요오늘카레데스他蛮兴奋，想吃，但那些还没有吃。我去看看有没有，你这边好像有那种餐厅。应该有，在前面。如果你们来到札幌这个城市的话呢，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蛮有趣的哦。搞不好你们可以买，然后呢，也可以在附近处理。这个螃蟹差不多2,000左右，2,000块台币左右。这个大的哦，29,500块，差不多6,000块台币。这个，哎，算，林内。6,000块台币这么大的螃蟹算还可以啊？对啊，这么大的耶，不知道怎么煮哎。我也不知道，因为今天是1月1号嘛，所以有些店没有开啊。如果你们其他的时间来这个地方的话呢，应该是这些餐厅都开了，餐厅还是我不知道是店，应该会开。然后这边也可以吃很多寿司啊、寿司米啊。不过呢，各位朋友们，你们看排队多少？排队多少？哇、哦！现在刚刚开始下雪了哦，这个画面很漂亮。完蛋了，真的完蛋了！你们看那家餐厅排队那么多，这家餐厅也是排队那么多。我们应该不会吃鱼的吧？哇，好多人哦！哦，这里也是人海人山，人山人海。看起来这个地方人比较少一些。Sorry， end of reception。不应该吃这里吧？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我们看看附近还有什么可以吃的。这个开吗？啊，没有开耶。这没有开，他说铺，我铺一下看看，运气好不好？阿德 ，open， close， 哦，ありがと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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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就 close，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it's okay。林内不好的消息哟 ，close。对呀，我想走，可能没人。对呀，有这么难吃吗？对不对？ありがとう。完蛋了。我们来这里介绍给大家
鱼市长也香啊，说哎可以顺便吃好料吧，结果呢没有办法，排队，哇看多少个人排队哦，好多耶。如果现在在后面开始等的话呢，来到一半应该会冷死了。天哪，又遇到大排队，一天已经很饿。有人，鱼市场今天开的店也不多，餐厅客满，唯一个让人开心的是漂亮的环境，还有家人才有跟我一起就快乐了，呜呼，没关系啊，现在在前面有一个便利商店，进去里面至少在那边坐一下取暖一下，然后呢也许可以在里面吃一点点这种东西也可以的。最后呢我们找到一家麦当劳，因为大排长龙，小朋友没办法在那门里面去排，不可能，而且是他们外面的人哦，日本人很愿意在这么冷的天气排队哦，台湾也很愿意吧，可是这么冷的天气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习惯了，有可能，反正我们今天吃不到海鲜。等一下，英姐想要跟大家说话。今天很冷，大家都穿很多。那你会觉得冷吗？我不会怕冷，我也不会觉得冷，因为我刚我出去的时候我没有穿什么，然后就像这样。他们三我的爸我的妈妈都穿手套，就我自己没有穿手套，妈妈也没有穿啊。好的好的，行吧先生。妈妈也是很厉害，妈妈也没有穿，妈妈也不会怕冷哦。好，好了，反正今天你变这样子，但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玩的。极端上嘛，以后呢，我们就是老的时候看这个影片，会觉得哇塞，当时我们是1月1号2023年的时候，很多店都没有开，在外面困住了。然后必须是好，英姬已经到大家说话了。那我们在吃东西。好，好吃吗？好吃。Tamam o zaman de ki benim kanalıma abone olsunlar. Şöyle söylesene size. Sen söyle. Açıy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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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çıyorum.弄一个小时，一定有弄1000个小时。好的，好的，跟大家说拜拜，订阅爸爸的频道哦。订阅妈妈跟爸爸的频道，下次见。拜拜。